我们今天如果可以中一斤，就毕业了。刚开服几率不会调低，来喽，各位，记得吗？感觉这个动画好像是紫色的。哇！玩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们在储纸啊。我这边已经先储好了。通常动画都跳过，这游戏开场动画难得停下来看。我觉得它是真的做的蛮精致的，不是那种让你感觉是随便做的。这是有穿还是没穿啊？会不会黄标啊？漏点啊，兄弟们！哎呦，又来啦！哎，挡一下，挡一下，挡一下，帮他挡一下，帮他挡一下。靠背啊！哇，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NO 然后漏点的，顶级11次召唤箱，抽卡开抽。直接重金，看一下这动画，这是什么？金光吗？哦，紫色的，吓死我了！我想说，是不是两抽就重金是怎样？天上的防护墙啊，先随便选吧，我觉得先用吧。哦，紫光来了，帅帅帅！哦，两个有机会吗？我们今天如果可以中一斤，就毕业了。刚开服几率不会调低，来喽，各位，记得吗？感觉这个动画好像是紫色的，但是看起来又很帅。远古救援者。首日重金，你已感性一条龙，关脱不完的靠背啊！记得吗？感觉这个动画好像是紫色的，又很帅。써가지고합성으로겨우만들었더니얘는그냥쌩으로뽑아버렸네아니야远古救援者是吧？远古救援者怎么在最下面啊？这个契约召唤专用是不是只有合成可以出啊？抽不出来。那怎么感觉特别帅？哇，他技能很复杂，攻速105，释放速度74。看一下红的，哇，这个光，我看一下转卡是多少？5800，好像还可以啊。还可以接受啦，比上古便宜，上古转一次要18000，哎，我是觉得好像可以直接先收这只，先收好了，好收，先变，看一下帅不帅，可以吧各位，哇哇，帅就好了，哎，欸，对啊，我们还没抽完呢，还有一堆，欸，会不会双金开局啊？你们觉得有可能吗？红利50000有金变挑战券高低值，红利50000，红利是。兑换吗？看看红利在哪？黄金召唤。哦，这是红利哦，10%。哎呦，那感觉不难。恩赐死魔，10%而已。最好的是马尔丹啊，来吧。到底今天能不能一日双金开局呢？这感觉就没有，完全没动画。50000红利。50000红利水攻，再实抽看看，感觉会金。你说裸抽，你觉得我们要裸抽吗？开服第一天而已，哎，要还是裸抽一点？听师兄的话会重金，没中怎么办？你们这样讲，哇，差一个保底。哇，弄个精华有点难呢，好像有点看脸。三个，新的。哎，这个紫色以上吧。哇，双
金 ，nice， 毕业。怎么没动画、啊？我把动画那个关掉是不是？看这一只，我就觉得长得比较特别，应该是中的。我本来觉得是紫色以上啊，没想到会中金啊！哦，哎、欸，靠呗！哦，连续两金，我会吓死啊！没事没事，哈哈哈！我以为连一拉一啊，关托要不要演一下？这样太危险！我刚刚演的还不像吗？那抽到我都快金蛋快炸了啊！哎、欸，裸抽，如果非不得已，我是不想裸抽哎、欸。可以抽到的应该就这四只，这六只，看一下哪一只比较好。这一只经验值132嘛，赤顶这一只最好。然后 HP 持有数量，这个我觉得这个还好，伤害减少15。这只最硬，这只防御力多3点。这只长得像巴东特哦，感觉要转哎、欸，看一下几率。马尔丹是最好的啦， 12.5%。这一只经验值多3%。卡里尔高塔尔。最好的这个几率最低，这一定要转，来吧，转一发，拜托啦，让我中一下那个 12.5 了， 12.5% 的，两只加起来 25%， 我们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以中顶金，开奖，哎，碎，巴蒙特，第二转12500，实测，啊，加送，哈哈哈。直接选定，应该直接选了吧？不可能再转第二次了啦，转一次就好了。技能攻击伤害抗性88，经验值最高嘛，135，直接召唤我们的小巴，哇，哇，好帅哦！而且他娃娃好大只哦，看到这样不想玩了、啊，别这样子，别这样子，说不定你会比我更帅啊！说不定你不用裸抽就双金了，我还要裸抽，剩下的钻我们应该是留着坐车啦。不然就是之后再看要不要补卡池。哦，这边有一个敌人，韩仔，他是紫变紫娃、欸，应该是拿那个保底的。被死了、欸，嘿嘿，以嘲讽。